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我是阳光活力主播韵纯。上个礼拜呢，新漾基金会举办的世界青年论坛已经圆满的结束了。当天的活动呢，邀请了非常多很棒的讲员来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经验，还有分享他们如何改变世界呢。因此在这里呢，主播我也要鼓励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够勇敢地踏入人群，分享如何改变世界。改变世界就要从你我开始。身为火把人，本周就是媒体青年军最后一周的报名了。这个活动呢，不但把年龄层的限制缩小，也开放了更多元的课程，有采访写作、3D 动画、平面设计、平面摄影、影控制作，以及圣经故事剧本写作。Oh my god， 这么多元的课程。上课时间是在2014年10月11日起，按课程安排。地点是在火把办公室。参加资格是给18岁到30岁的火把教会会友。报名费用是1500元，共8堂的课程，全勤退保证金1000元。国庆日即将来临，因此下个礼拜呢，我们即将返家主日喽。同时呢，也在10月18号以及10月19号的时候，会有一个真赖立约的活动。那么欢迎各位可以向小组长报名。火把10月主日聚会时间地点调整，10月第二周为配合台铁国庆日连休，调整周日为返家主日，本周为圣餐主日。主日聚会时间，第一堂为星期六晚上6点半至8点钟，第二堂为星期日早上9点至10点半。Wonderland 同步举行，第三堂为早上11点至12点半，本堂有英文翻译，第四堂则为星期日的下午1点半至3点钟。2014学生和社青的真爱立约 True Love Waits， 这是一个选择等待的概念，邀请你立下这个约定，为真爱付出等待。活动时间是第一场在10月18号星期六晚上场主日，第二场为10月19号星期日早上场主日，第三场为10月19号星期日下午场主日。参加对象给国中一年级以上在学学生和未婚社青。这周火把教会举行了今年第3季的受洗礼拜，哇！恭喜各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们，欢迎你们加入神国的大家庭。这个大家庭呢，有非常多有趣新鲜的事情等你一起来发掘哦。火把运动大会，燃烧青春小宇宙。比赛日期为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的早上8点钟至12点。活动场地为台北市立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。参加资格，凡有参加小组火把人皆可报名参加。竞赛类别：一、大队接力；二、400公尺接力；三、大跳绳；四、躲避球；五、宝宝爬行赛；六、牧区趣味竞赛。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12号星期日的晚上6点钟为止。报名方式请至线上报名系统报名。大专联剧 Superhero 爬 How to save a life， 如何拯救生命。内容有小组超级英雄 cosplay、 超能力竞赛、超能力征服讲座，请各位英雄穿着制服出席。活动日期是在10月18号的星期六下午1点半至3点半，活动地点是在火把教会。火把的装备课程如火如荼的进行中，鼓励你可以继续持守属灵的基本功。以下的活动呢，欢迎你付上代价来参加。禁食祷告退休会，活动时间是在10月17号星期五早上8点半开始报到。地点是在火把教会办公室大会堂。报名方式：参加小组者请向小组长报名。聚会当中全程禁食，不提供任何餐点。T1 精力神灵会，营会时间是在10月25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开始，至10月26号星期日12点钟结束，为2天1夜含住宿。营会地点是在健谈青年中心1楼集贤厅。报名人数为150人。
上就是本周的 Torch News， 祝福你在今天的主日当中大有收获，充满力量。我们会后见。